Hello，香江，今天我们来抓这个幽灵龙啊。OK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上的装备呢，就是基本的装备有啦，就是可以抵挡一些伤害嘛。对，然后我的基地呢，现在移到这个下面的坑洞的地方啊。我们先用这个迅猛龙发电机来发电一下，我们先做这个，先点火一下，然后这个开关打开，这样 OK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通电呢，我们可以坐这个升降梯上去。最简单是坐楼梯啊，但是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OK，那上来了，那我这边呢有几个田地是可以做这个防空的，植物的。Anyway，我们先爬上去。喂、哎，哦，哦。哦哦，这有多少个阶梯呀、啊？哦哦哦，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一直跳，跳上去，上去，跳跳，Let's go，come on，跳跳跳！哦，没有一只哎，也别被他看到，我先把这个架在旁边。把旁边这个挖掉，压在这里，好吧？它飞走了。我们先放这个魔法箭啊，50只，准备了3个小时啊。哎，射它！为什么都擦肩而过？它不见了。哦哟，这边还有一只，飞过来，飞过来。它好像有弹力，有没有？像哎。很难射啊，飞来飞去的东西。中了中了中了！过来过来过来！哎呦，过来了，射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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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射！射他射射！对我喷火的是什么黑色的火焰？转过来转过来，喂，射他射！他被我驯服了。不错哦，打开我们看一下。喂你吃肉啊，多吃点肉。现在多少了？现在还没开始啊。不过至少还昏迷中啊，是不是？这个龙可能要驯服很久哦。先看一下附近有没有敌人过来啊。哇，帅啊！那个魔法剑，全身发电有没有？还有亮亮的。啊，我的果子都坏掉了。至少升一格嘛，那我看一下，升一格。没有东西，我多给你一些肉了，好不好？附近看起来是蛮平静的啦，旁边有狼人啊，应该不会攻击我啦，除非我太靠近他。有一点点了，有一点点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我觉得趁他在驯服中的状态下，我们先把这个楼梯给他盖出来，这样子我就不用一直跳了。OK，挖挖挖，挖挖个类似像阶梯状态，敲敲敲敲敲，给他快转4倍哦，挖了好久。现在是用这个钢镐，就是怎么是这样念吗？就是这个钢的这个镐子，然后它可以挖很快，算是打一下就坏掉了呢。对，有的挖，这有多少啊？我上来了。OK，我们接下来要盖这个楼梯啊，给它个58个应该够吧？盖盖盖。边盖一边的下去，下来下来了，再给它盖上去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挡住我了这些石头，挡住了，
哎、欸，最后一块，最后一块，哎、欸，刚好哎、欸，碎哦，这只有挡住我了，走开，走开，对，有没有这个楼梯够我上下的？哦耶，哦耶，成功驯养了这个幽灵龙啊！我们先把这个鞍放上去啊，提前做好这个龙鞍放上去了。我们看一下它飞行啊，它在滴血中，红色小碎块这样滴血。帅哦！方舟游戏里面有这种魔法龙之类的东西哦。按这个右键，它可以吐火，它火是那个蓝色的，蓝色火焰有没有？哦。然后它的左键是咬，就是一般的攻击。哦，它的第一人称是长这样，可以看到两只脚。哦。喷火了，好帅哦！他身上还喷那个紫色的那个焰呢、啊，是吧？是火焰还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太好了！梦寐以求的幽灵龙终于抓到了，哦，马上击败迅猛龙跟乌龟。完全不是对手啊！喷一下就挂了，这种呢？这种可以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引到一只龙，它跟着我了。喂，另外一个兄弟，赶快帮忙一下，二打一，快点，快点啊！需要支援啊！它等级很高啊，食物等啊！快哟、哦，快哟、哦、啦，打它啦，追打！哇，这空战呢、啊，好难转弯啊！三只打来打去 ，Come on， 连掉头有点困难。追他啦，快点，咬他！我来支援了，我来支援了，咬他，喷火！哎、欸，我另外一只好像先回去休息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下来？我差点掉下去！快快快，我们低空飞行啊！追得到我吗？我们要先下降看看，会不会脱离战斗啊？也可以脱离战斗嘛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跟过来了啦，跟过来了，快点快快！哎、欸，我先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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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要狗斗了吗 ？Come on， 来啊，互咬啊，来啊！嗯，有你小 JJ 飞走了，过来啊，再来，追不到我的。哎、欸，喷火喷火，哦，好可怕哦！哎、欸，咬我，哦哦，痛哦！哇，喷火！不行，我要下降啊！啊，我有那个十字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去打，你们去打，你去打，我要先下来一下。我十字弓来对付你。等下我先装这个魔法剑。哎，龙呢？龙不见了，刚才还在的啊，飞去哪里去了？乖乖。好吧，那我们这集先这样，至少我们成功抓到了这个幽灵龙啊！如果喜欢这类的影片呢，欢迎留言给我啊！如果想要抓什么龙呢，也欢迎下方留言给我啊！安驾安驾，下次再见喽！